2024高雄过好年，龙来有翁啦！齐喊六合夜市龙来旺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协同新科立委黄杰议员出席旺旺龙点灯仪式，不仅发放小红包，还现场献唱《美梦成真》，与在场民众同欢。可以了哈，啊，可以，有看过黑发齐迈啊 ，VS 红发艾登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对。供在家里的表框挂起来。今年刚好是龙年嘛，啊，然后当初我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想说哈，就不。不死心脑的话，就完成，把它努力完成。那这个会带动我们那个六合夜市的那个商圈，大家来看花灯，顺便来看那个来吃好吃的东西。今年黄色小鸭 Double Ducks 重回高雄港，大咖天团演唱会一场接一场。六合夜市商圈表示，带来不少人潮和观光商机，增加一半以上。对，尤其最近那黄色小鸭带动的我们的商机非常的多，对，晚上都。非常的多人进来这边消费。接近过年，应景龙年小红包，加上旺旺龙花灯及现场乐团演奏，让民众来到六合夜市吃美食外，还多了暖心新春祝福，感受浓浓的年节喜悦氛围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台湾高雄采访报道。